6GB 和 8GB 有什么区别？目前市面上的高端智能手机都有 6GB 和 8GB 可供选择，而 6GB 和 8GB 指的是手机上的运行内存，这十分直观地表现在后台 APP 运行的数量上。 6GB 的手机后台能够运行8到10个应用，而 8G 则可以带动15个，尤其是在玩大型游戏的时候， 8GB 内存能够允许在运行游戏的同时，后台还有比较空余的空间运行更多其他的 APP。此外，现在很多手机的存储组合搭配上，除了运存容量的不同外，存储空间也会搭配不同，在价格方面也会存在着差异，因此选择购买机器的时候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。